各位评委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芷彤，芷是香草，彤是红色，爸爸妈妈像花一样美丽。我出生在美丽的爱尔兰，今年16岁。我6岁时去过中国的东方明珠上海，但我现在依然记得走在街头时感受到的震撼。那里高楼林立，文桥熙熙攘攘，我体会到一种和爱尔兰完全不同的氛围。那时我竟梦想着有一天能生活在这么热闹的地方。3年前我开始学习中文，我喜欢中国文化，更喜欢中国人。我喜欢郎朗与云迪这些音乐家，我热爱音乐，我喜欢弹钢琴弹吉他，我曾在爱尔兰国家音乐厅表演过。我竟梦想着有一天能和郎朗、李云迪这样的大师在中国同台表演。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只要我努力练习，终有一天能我能梦想成真。谢谢大家。所以我现在就感觉